小弟，看你的骨骼惊奇，是万中无一的练武奇才，维护世界和平就靠你了。我这里有本秘籍，我看与你有缘，就10块钱卖给你了。等等，这本不适合，还有。分手？你渴吗？你回答我，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？你饿吗？你不要问我饿不饿，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？你冷吗？你到底爱不爱我啊？叫他们开了空调好了。我不要开空调，叫他们给你看电影的女生是。兄弟，你们拿我当什么？当爸爸。